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咁你谂下，你问神会医边个，然后神话俾你听系边个，你祈祷佢梗系好翻啦，甚至信心你唔使用添啦，系咪？咁呢个就系我不嬲嘅逻辑啫嘛，好简单啫嘛。咁于是喺一啲有恩赐运作嘅聚会就问神，你要医边个啊？咁然后我望住嗰个位嘅时候呢，见到个位置有嗰个嘅颜色啦，我就係讲个玻璃海嗰个啦，唔花时间讲啦，就见到一个唔特别嘅光点啊，或者係红点啊，或者係灰点啊咁样。咁然后呢我个胃痛啦，直成系个胃痛啊，即係直成我完全不嬲冇嗰种痛嘅，无论系胃痛啦、心绞痛啦、呼吸急促啦、头痛啦、肩周炎呢啲痛法啦，或者系脚踭痛啦，系我不嬲冇㗎嘛。但我望个位又痛，跟住呢我望佢第二度又唔痛，我望个位痛我咪可以治个位，即係咁简单。但係问题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敢求到咁嘅阶段啦。好多人都觉得同神唔会去到咁嘅阶段啦，係咪？但我就係要求到咁嘅阶段先至肯行神迹啦。咁所以变咗你要发觉点解入下 call 位咁疯狂咁紧要呢。咁但係问题呢个可唔可以传授呢？咁你睇到我哋教会嘅策略家就係一样咁样样自民作。无论小至几十人，大至过千人的聚会，都轻而易举能够做到。因为点解？因为我讲的是按住正义分解圣经嘛，神的话是有反应的嘛。你如果你问翻出边啲牧师啊，佢会话俾你听冇添啊，唔好话你问佢做唔做到，唔使谂佢直头冇啊，佢唔信会有呢种级数噶嘛。但喺我哋教会当中，而家唔止我做到咯，唔止策略家做到咯，我哋当中好多对一啊，家聚负责人全职都做到咯。你话冇，明唔明啊？即系做牧师丧尽天良到咁嘅阶段，你唔 check 清楚个事实，就为咗自己嘅安危，然后讲出呢啲咁嘅说话，咁呢啲人一定上唔到天堂，因为佢直情将圣经明明讲嘅应许啊，佢话冇，系应许嚟嘅，主耶稣摆条命落去，使我哋能够拥有咁多嘅恩赐同埋救恩，但呢啲人竟然一句就话冇，系因为佢哋嘅饭碗，你能唔能想象啊？咁所以好啦，咁讲翻啦，我系咁严格嘅，于是乎咧。在好多嘅恩高嘅保护嘅情况底下呢，其实我就变咗，如果专系做管理上或者设立一啲系统上面呢嘅细节呢，一定唔够权威啦。因为我要到某个程度底下先觉得系恩高嘛。但系权威就唔系嘅，好少嘅恩高呢佢都觉得系恩高，佢感受到系恩高。於是乎有啲好细致嘅嘢呢，细致執行上关于保护聚会嘅恩高呢，佢比我更加详细。而事实上系需要㗎喎。因为如果全部喺晒我个脑度要全位做咧，咁我真系周身唔得闲啦。因为我哋教会除咗系管理秩序之外咧，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侍奉噶嘛，非常之多噶嘛。我哋教会嚟噶嘛，系咪？何况一啲从来教会界唔会存在嘅系统咧，咁我根本冇咁多时间翻上去。所以我就提到就系权威揾到嘅角色，其中一样嘢就系喺除我之外，全石安咧排第二最大恩高，我相信大家都公认啦，一定系权威。当然不是说针对领师的恩高，因为这个是展灵的侍奉，但权威是 overall common 的恩高，无论是关于领师或者是讲道或者是恩赐运作或者带特别的聚会或者是报道会或者是圣灵充满的聚会或者受浸聚会，他都很轻易感受到恩高，而在当中磨练了他下面一批的长务管理秩序的人，是这些完全不可能是我做得到的。直成我俾一个命令佢，佢可以将嗰个命令化成一百件事去執行，而呢个就导致而家石安能够有呢个现象咯。而只不过就话每一个权威喺石安所建立嘅系统咧，我都讲，既然嗰样嘢系神摆喺度嘅时候，嗰、那个系永远不息嘅，唔可能话我哋做做下咧冇人去管住嗰个部门，又或者做做下个部门唔识得有一班人咧系使到嗰样嘢慢慢嘅演进嘅。咁呢个就系导致今时今日我哋见到嘅财务系统已经系落喺好多唔同嘅。全职嘅手上面或者唔同嘅聚会当中嘅秩序，已经有唔同嘅负责，而并且慢慢演进啦，慢慢就嚟自到呢啲嘅负责人咧，已经佢哋自己啊都已经识恩赐运作，你自己都识得call位，你自己都已经经历到圣灵嘅恩膏啦，系咪？咁所以变咗就系点解而家喺我哋石安当中可以做到一啲咁样嘅现象咧？系由权威同我开始慢慢建立石安嘅时候咧。是出现的，咁呢个就以前嘅灾灾冇详细分享嘅，因为本身就算讲恩高
都讲神喺我身上点样产生呢个恩膏啦。但系传喺身上嘅恩膏，好明显就系因为咧，佢要做呢个职位，吓佢一定要对恩膏比我更加敏感。我可以话系麻木嘅接近，我系接近麻木嘅，我直情系吓，即系我系要到某一个阶段底下咧，我都会用逻辑摒弃咗一啲咧，类似系模棱两可嘅呢种嘅感受，我都会摒弃佢嘅，因为我本身喺咁多年当中。我要做一样嘢，就算最麻木嘅人啦，听完我嘅信息都经历到神嘅。就算最觉得世界唔存在神嘅人咧，就算佢听咗肯愿意去听同埋试我所讲嘅信息咧，佢哋都会经历到神嘅真实同埋改变嘅。吓，即系我就愿意我嘅侍奉系咁咯。最重要就系话喺咁嘅过程当中咧，就肯定冇一分一毫咧，我自己捧自己啦，冇任何一分一毫咧，我自己吹捧自己啦。吓，咁呢个亦系。点解我同阿权威彼此之间咧，两个之间对我嘅身份咧有少少其实系矛盾嘅？我就尽量去 low key， 但系权威咧就讲翻咧佢自己直觉上所感受同埋见到关于石安同埋我嘅将来。咁所以两者好得意系比较有少少矛盾嘅，即系喺咁多年当中，但唔系拗啊，或者系唔啱牙，完全唔系嘅，但系会有咁得意嘅现象就系咁解啦。所以咁多年当中，同全威讲起关于嗰个恩膏咧，就一讲就明噶啦吓，佢唔会觉得我大惊小怪啊，多此一举啊，反而调翻转有阵时觉得我点解唔讲添吓，因为在佢嚟讲更加比我早觉得嗰样要执行啊，或者嗰样嘢应该要处理啊咁样噶吓。所以呢个咧就系到我哋后尾系喺我哋嘅侍奉当中分咗两个最大嘅喺石安建立嘅走势，就系全威系咁建立呢个秩序。但我就建立咗咧，系 tangible 嘅 anointing 啦，即系我成日都用呢个字嘅，即系呢情可以捉摸到咁犀利嘅。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求主的恩膏今天心中渴想。梦主用求得我此生今天出生命情愫，聆听心呼声跟主的踪迹，盼可成终圆梦，明火今兴起驱心内寒冬，荣耀伟大时代神恩公降临，沿着使命同心飘荣，随圣洁志向引动成功，全身全心全归于神，全城宏大同心，我的梦想我的祷告盼延续奋兴完尽这生，诚心诚恳承担世人，成全时代明灯驱走黑暗，在神荣耀同在东西同心。